您受苦了，拜见大长老。千余年前，光明大神官携天书名字卷入荒原传道，我荒人始信明宗，史记明君。千年之后，我荒人南归，与冥王之女光明大神官传人，这便是命运。既然如此，哪怕灭族，我们也要保护冥王之女。好。 我当年拜师收徒，传你们明宗功法，令传承不变。如今传承在先，你们应该清楚，要如何做？一起守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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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守护。怎么了，少爷？桑桑。 什么情况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这个是大长老送给我的。宁缺拜见大长老。大长老同意我们留下了。啊？同意了？什么条件？